다네 다 답을 타겐기 천섬럽디 다 더스 류게벤 좀 뭐 샤샨 여보면도 좀 드릴 정도 무튀네 단 되면 고셰 다드네 지당게 데 고들 제시 야 가시슬라요 알 드린주스다는 샤보 단도 샤보 진이지 근데 드린지 드린지 야체 에스니 前段送下来，所以对电白节的时候送下来就算了，所以没有钱。等你那人家，嗯，养鸡，你这边都还有事业，等你就算了，就没有钱。那谁人家，这些没着，谁人家这些？ 那些人家把你们卡子写的，然后你们几年，这个代价，那卡子可就，这对不起阿姨。那么解脱庄严论，嗯的这个部分呢，就先念诵到这个第八节，可能这样会更好，所以。 就不再继续往下念诵这个课文的这个宋词，所以呢，嗯，之前还有几处需要解释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会为大家做一解释。那么明天将会是圣教兴盛法会的这个祈愿会，所以后天也有法会，那么这两天都没有课程，明天和后天没有课程，那么大后天再继续我们的课程。 然后大后天之后要讲几天，就在我们再看看看。但是，其他的，呢，他不是他演的，等你，要么他不垃圾的，等你。 마음발이야 은미지대기 지금 가랑 지 제마소사바로 진제 여위인비나 은미지대기 공기제외 남림 타벼타기엔다 남자 림부치 칭화라수업에 땡주에남 电视的，是不修饰。但其他的，是不伊那安那个，接我的前面不也是的这些送药的，提军子的差呢？但开始不是差的药嘞？但的呢，军子现在是搞的药是修兵呢？安呢？
Yame Thapa Laji di Ndonga Songjegi Denpa Nyamshen Nangi Chariyare Chidangi Gop Tidu Sane Pueliya Nga Nyamlen Chengesu Nga Kyangpa Nyamlen Naya Ndo Nyamlen Chengesu Ndo Kyangpa Nyamlen Naya Tidjegi Da Pashwe Luxu Sumara Da Shukchenpur Bichi Yongde Yare Gop Tidu Sane Nyamme Thapur Bichi Ge Ndonga Songje Samarwe Tidjegi Nyamlen Na Deyang Cho Doi Nyingbo Di Cho Gadamba Nama Gyuwe Gyuwa Sumji Lamrim Di Dan Karshwada Doshuwa Ki Nyamle Thamze Ki Nyingbo Nyo Jiba Chade Yore Che Zang Di Nyamse Nang Kona Chum Rabdu Chungsayang Gadamba Nyo Rabdu Chungbare Nani Senshe Nasa Dang Dizuyang Gadamba Yimbare Senshe Nyamle Nasa Tadine ngak chogi chashaw yinbina ngak chogi nyamlin tatakata nyingbudi benzi narubane ma rinbeshi du gyuni ane chungbe de jizun lashyebe dojibadu chungbe ane karwe chage shimbodan naru chujugi nyamlin de karwe jizun milerega yuma shuni Güne güy devati nyamşena ne. Donan donga sunjigi. And tembar busi temba dilici karşımın zikon biyasun. Nayi bare. Lama zhege 一般来说，解脱庄严宝论是这个冈波巴大师的主名著，所以无比冈波巴大师，曾经也讲过，未来如果有信众或者行者，对没有见到我而感到灰心，或者觉得自己没有福报的话，那么你就去看，去修持这个解脱庄严宝论，或者是圣道宝曼论。这两部经论，如果你看了这两部经论，就如同见到我一般，就会获得同样的价值，获得同样的功德。因此呢，这两部经论呢，在我们这个教派之中是非常殊胜的。还有另一种原因，就是无比冈波巴译师呢，他是一位显密合一教法的这个弘扬持有者。那么在冈波巴大师时期，当时的藏地呢，有一种很奇怪的这个修持习俗，也就是修显宗的就只修显宗而不去触碰密法，修密法的只去修密宗而不去涉及到这个显宗，所以总是排除另一部法而只为仅修一部宗，所以呢有这样一个习俗。那么无比冈波巴大师当时就开创了一个这个显密合一的这个修持法门。当然冈波巴大师他的这个显宗的这个传承是由这个噶当派所传下来的，这个讲述这个道次第的三世夫的这个道次第修持方法。而且冈波巴大师也是与噶当派的教派之中出家为僧，所以呢在文思修显宗方面的文思修也是在噶当派所进行的。那么像密宗密法部分呢，冈波巴大师的传承是源自于那罗巴尊者传至至尊悉耶多揭，然后将这些那罗六法和大手印从米拉日巴尊者之处求得的传承。所以冈波巴大师一直守持他的信念，弘扬着这个显密合一的教法。我这个听我告诉我这个娘娘他们去说我刚刚把他听得在我这个娘娘的
애는 자기 친구들 팀을 잘해. 근데 저기 가수에 가사 초니데 간다 규벌이야 가사 초니데 아니 다보 그 유사 충분해라 당화라 안들 가사 초니데 담바 나들이 충분해 대야 다보로 붙이 고랑기 나 다들 나 다들 심지에는 편에 더 본디 저거 까던 미국인 인수 나루비 명아디 나루바는 마 유대비 명아디 사무여레스 이내야 되네 지 가르다 까담비 명아디 매비미나 나루비 당아디 미신달이야 배야 디스클라함 그래서 까담비 명아디 로름징 타스물라 펜샤와 수바단 신기 기부 중우지기 로진시비냐 대단 참배기 동안 지하여브레 기분 증기 로젠시인비네야 대단 참배기 얘는 증념네 지하여브레 기분 증기 로젠시인비네야 대기다 수 매바단 참배기 냠네 지하여브 인류사네 대기운셀 된다 오늘 로름 증 타송 그리지 중이네 들이야 가다르지 편도 지하기 락사는 무슨 차상이요 됩시 나로 반에 마 유대베게 차게 신비명 아디 로르 셴보 언제 장봉을 손삼으로 새롱엄마 새롱엄마 대졸로베 지 초사 집장으로 근데 원도 손스메 가사질 마다베게 엔 로르 멤버 대졸이야 아니 차게 신비 당과 제비네야 미세가 다가저 지 뇌도 마루어 씨 인류산에 미세게 편도에 알아도 가보시라 임래 드린 인류산에 조의 맹아라 되네 어 로지 루 기부 충우지 임비냐 당부 기부 충우지 임비냐 되고 로짐기 장네 엔 담은들 씨 기부 침부 되네 지 차게 심비 당화 땜비 뇌도 롱아지 용구에 비인상 디균젤라 되네 에네 차게 침부 기 당마 마덴병으로 되네 조 까든베게 명아다 팀베게 로종거를 받으소 오늘 제가 로종 섬으로 명아다 팀베 네지 기호수 로장한테 송문도 조고 왜 거봐 친부여 봐 거봐도 교수 친부여 그래 삼천기여 那么冈波巴大师的这个传承呢，像家行部分，它是结合着噶当派的教法传授给行者；那么正行的部分呢，它是结合着大手印，的这个教法而传与行者。所以呢，这两冈波巴大师他聚集噶当的这个教法以及大手印的教法，也就是噶手结合所开创出来的这个达波噶举的传承。冈波巴大师曾经也讲过，我之所以能够利益到众生，都是因为这个噶当派教法的恩德。当然，在这个那从这个。无比的那罗巴尊者所传下来的这个深奥的窍诀，如果没有噶当派的这个次第的修心方法的话，那是没有办法可传于给大众的。因为这每一个这个众生的根气是不同的，个人有个人的根气，有上根气，有中根气，有下根气。对于大根气来讲的话，也可以结合着噶当派的教法传授给他，相应的教法。对于中等根器来讲的话，也可以讲受契合中等根器人；对于下等根器来讲，也可以传授给予他契合他自己根器的这个法门。所以呢，不论如何，
不管众生的根器是怎样的，甘摩巴大师都有其调伏各种根器众生的这种修持法门。所以因为这个噶当派的教法的话，它就可以调伏各种的众生。然而对于大手印来讲的话，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传授的这个对境呢，是具足大智慧，或者前世具足这个有溯源修持这个密法的溯源，或者前世已经修过然后今生再继续修持密法的这些行者才会有很大的利益。否则的话，如果不具足这样的大智慧，如果前世没有修法的因缘的话，如果传给他的话，就会有违密法。他一般的下等根器和中等根器的师父并不具足传授大手印的法器。所以甘摩巴大师通过阿底峡尊者所传授的这个噶当派的教法，也为夏师父传授以这个到此地的这个三师父的修心方式，让夏师父也就是下等根器的行者，通过到此地，通过噶当派的教法，从而攀升到这个中等根器，最后就攀升到上等根器，然后再传给他大手印的教法或者纳洛六法的这个教法，然后让他成为修持大手印教法的这个修持法器。所以依靠这个噶当派的修心之法，以及对于这个三世夫的修持之道呢，甘摩巴有其独特的传授方式，也有其特殊的秘仪。표현가진게좋은데요근데조각담배맹아당안차게침묘기냠레니순조도냠수레낭게디제도되니순조도냠수레낭게디다타보그유당다주보겐디바다디디니대니잠바지차디가래대양은조조겐디바디겐디비주주유디술이야남주가라숭가르사나가담님마다사르마스대니뉴스안에은제르무시연쇼지래가담님마스은제르무시패네现在这个卡出来做他成就那不是沉默了是吧，那就这个嘎当别免了了呀，嘎当别就是你那边战队浪去，那这个团呢嘎当是嘎当别点吧拉了呀，这三万多起三万七万这里穷一张，那嘎当三万三千这里用市场这里穷一百다드네지르무시엘냠랭이규바가슈바다지냠랭치르비규바다디아주남유디난다웬스인유사디아래웬스인유웬스인유나로리아아니간댄그유차게침봤어가내그유착의심사하지나도이제가수를지치명아차상으로도수여래어다들이뉴스안에난뒤에도하는지착의심이냐면난그여부들이세우시라래들이뉴스안에조가다믿기부숨이일러린다착의심이명아손재도냐슬랭겐데난별가지정나다보그유당되네조우겐디바가슈레다디니조르다두차리아래那么在雪域藏地呢，这个行者他主要将这个噶当派的这个道次第的传承以及
大手印的传承，也就是噶当派和大手印合一修持的传承持有者，或者是特别修持噶当大手印合一的修持教派，就是达波噶举传承以及山居格鲁派传承两个教派。那么格鲁派的传承之中，有这样一个区分，也就是说噶当新意传承和噶当旧意传承两个传承，也就是指中喀巴以上的这个传承，也就是噶当旧意传承。那么中喀巴以下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依靠三师父的这个修持方法，也修持法门，也就是噶当新意的这个传承。所以通过这个噶当和噶当派的新旧两个传承，再次让这个噶当派的教法复燃，从而得到兴盛。因此呢，这个中喀巴之后的这个传承就称为新意传承，也就是噶当新意和噶当旧意两个传承。那么在中喀巴大师的这个This is lineage. 这是一个传承。那么在中喀巴大师的这个密乘修持传承呢，也就是说密乘修持加持的这个传承，有一种叫做这个格鲁派的口耳传承，也就是这个格鲁派的口耳传承，也就是说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格鲁噶举大手印，也就是说这个格鲁噶举大手印这部经论之中将这个密续的所有窍诀都容纳都汇集在一处，所传授的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窍诀。所以在格鲁山区格鲁派之中也有修持大手印的这个传承。那么对于噶当派的这个噶当派和大手印合一的修持，就是这个达波噶举和格鲁派的这两个传承。对你告诉我的看到了，能不能打不打赢的？打开什么时候下的呀？嘞，开什么时候下的呀？嘞的，一那样。那告诉我，开什么下我能心急的？天了呀，这告诉我，别太上公送养两千年，得告诉我，三百能心急用土药嘛嘞？让俺就打不个有的。아주다지지시충기서말하면다지근데나타보그유비균진여도좋기냐면타보라지당아니대라마지지밀해봐대라마때네마블라서쉬일로래나봐숨디다배가한장이정리야아니그유기지매버숨으로차대요아래폭두사중국가마도보다보다차대요제가대숨기수업대술이야아주다폭도죄제공도롱도배잡대는듯이다죄서연한면은듯이다대술을차대요아래다이민의대숨기수업대술이야더어지기다지도난신을대숨공부를시원이아래그유소소수기다지티당아는소소수기지熊名啊得的了得在那里切切那得在这端午了吧，他那得捐的给嘛呢，这就切切那这里切就是啥呢，他不容易切给人人的他唱着得得是龙给说的这样毕竟龙给说的这样得自己告诉我这些人的这些人家为民呢他把这些家们呢告诉烂面嘛就送给民呢啊送给各位了嘛人嘛都行能允许不起这个场面他的杂情不该情不行不行自己钱这里啊特殊公司有那些人看不出去了这个地球这里的呢那就那他老人送的那各有关这个里啊俺大伯他给了竹林钱，但老书记，但老书记确实挺好的，但老书记那查账也没看下红豆，老书记这里啊，竹林钱，但竹林钱也搞了呀，他没的，他给你背面叫忙不起来了，
现在第一点怕多少钱，但是这个许大钱，但是呢，他应该拿了长沙那个龙胆，龙子忙不起来了，就搞的电视个龙子忙不起，但第一点龙子的空间，但呢，他应该在胸口啊去。熊空我啦，第四个出来，空我把家里用的，空这个用的啥呢？俺这淘宝的啥了？淘宝的体重仪器就吧，体重量头去，当然是干那体重量他去，这些些，看到了，他那里说的第四个出来，就俺上面去，他，那边他英雄的了呀。但没咱们就同样三百多钱了，你就别追着钱。所以，对于这个道次第的，解脱庄严宝论呢，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也是我们，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持法门。但是如今呢，我们并不认为，本来它是非常重要的，却不认为它是这个文思修的一个主要的法门，所以呢，真正修持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的人呢，却不尽人意，很少。然而对这个达波嘎举传承，达波嘎举传承之中衍生出四大八小的这个传承的所有持有者呢，他们的当然，他们四大八小的教派所有的祖师是共同的祖师是冈波巴大师，以及冈波巴大师的上师米拉日巴大师和米拉日巴大师的上师马尔巴义师。我们将他们三位视为是噶举的传承的三祖师，也是噶举传承万水之源一样，所以是我们教法的这个源泉。因此呢，对于虽然他们讲了很多殊胜的教言，但是我们很少去修持他们的教言。然而我们的所有的教法呢，都要需要依靠他们的教言来做校正和理正。所以结合他们的教言去修持的行者呢，真是少之又少。那么噶举各大教派延伸的这个四大八小的这个教派呢，他们也只专注于他们各自传承的这个上师所著作的这个引导文以及窍诀，当然这是可以的，没有任何过错。然而对于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的口传呢，却只是一点一点的传授而已，或者是上师传授的这个教法，弟子和上师都只将它放在课堂上，在平时的修持之中很少涉及到，没有人去专精的修持这些法教。所以呢，从今年开始呢，在这个噶举东京辩经法会就特别增加了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的讨论会。当时的计划是三年，希望三年可以完成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的这个研讨会，当然能否完成但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呢，最初我们在研讨这个讨论会的时候，最初的议题也就是解脱庄严宝论它有很多种版本，所以我们会将这些各种版本文字做一比较，来确定最后一个最终的一个版本。然后再第二个议题，也就是看这个解脱庄严宝论之中的这个引用的这些佛语，或者是引用的各大成就者或者善知识们的这个教言是否精确，是否精准。然后第三个也就是看这个解脱庄严宝论内容之中前后是否有矛盾，或者是在这个内容之中的各个疑点，我们也会去研讨讨论做一解释。所以呢，从今年开始我们对这个希望依靠这样一个讨论会，我们大家可以更加的注重这本书圣的这个经论，也就是解脱庄严宝论，以及特别去注重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的这个修持，希望未来也有更多人去对这个解脱庄严宝论产生无比的兴趣，然后想要去专精修持这部书圣的经论。大南新给居民滚去隔离啊，那你的兄弟他不他愿意
这一切还是当年这个都是这些了不起，都是干什么？你认为都是这个嘞？大地，我那原点社会就是这样的，大南新给这干什么？代表他英雄的了呀，鱼，那鱼也不什么了，鱼。有些职业为军人担当的，嘛，这个因素我们来。但因为呢，当俺们呀，他的，他那个 W 电话什么的呗 ，W 呢 ，W 电话什么的，战斗，然后呢 ，W 蛮呢，蛮厉害什么的，战斗，看人那样，他，这个。让你啊，上个干嘛别就钱不缺不研究生呢？他第一军人点的，当年就嘛，他跟一个兄弟嘛，这些都去交移民啦。俺就上面都是同党的不下去，没上我路的，明了得了吧，明了，明的了是不是得了吧？那研究生呢？俺呢？今天常委见张一斌就上的，但俺明天的是苦了一斌上，第一第二次嘛就代表他跟他的，其实是县委民呐，俺是常委，都是同哪路钱去当，他那心给，他代表他跟啥的哦，这个人啥的是不是不去，他的这，开心不如人啥的也是不是不去，开心不因不就是的，代表他跟可能给。가수의주제도주제기 주제도주제기가수로다지쇼리야예바니에네오계지미사라서서마인바다디쿠요지티디도까만베지티디도제자디계지미사서서롬치那还是得听着这些事，不是上不成这程度，对不对？是啊，但对军人的男人都是吃不得。那搞对上下头，但对那面都之前，但上那菜啊，肉啊，啥的。看到了呀，听着就是多的嘛。但对吃过呀，对呀，做特别讨厌的兄弟俩，这上面这多拿啥不起用什么的，对不对嘛？他被他给说了，下不音色。那么，同理对这个圣摩比丘尼辩经法会呢，是从去年开始的，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在这个辩经法会之上，也设立了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的课程。讲授这个解脱庄严宝论课程，并不是因为我有很大的智慧，或者说我对此论，我对这部经论，也就是对这部解脱庄严宝论有很大的经验，或者有很多的觉受，并非如此。总的来说，我具足这个伽玛巴的名号，是因为因缘和合，还是我很有幸，或者说是我的不幸，我得到了这个伽玛巴的这个名号。所以如果我依靠这样一个名号去传授解脱庄严宝论的话，可能大家会更加的注重这个注重此部经论，因为大家都更注重的是这个名声，只要谁的名声大，就觉得他就是他所说的就是对的。所以呢，我就借此伽玛巴的这个圣号，伽玛巴的这个名号，传授这部解脱庄严宝论，希望大家希望可以以此方式可以勾起大家对解脱庄严宝论的这个重视，觉得它确实是一部重要的法门。当然，对这个大家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解脱庄严宝论之中的内容和文字的深奥，或者是它的这个传授之法非常的殊胜，并非是这样。也有人可能认为正因为伽玛巴在传授，伽玛巴所传授的应该就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有可能会这样觉得。但不管怎么样，总之如果能大家对这个解脱庄严宝论想要去修持，能让大家升起这样的一个修持之心的话，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可以了。总之呢，这个课程已经从去年开始了，
那然而何时能讲完，或者是明年也不得而知。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对解脱庄严宝论重新拾回那份注重之心，去想要去修持。我答对一句，答。对的，我答讲这句。对了，答的讲这句，可算十分耐心的。다잠주동바지치시초에봐도아고조슴땅기미인양배그때그때탐지시엔동바렘베이미나안동바들레야되네미디인초기되네가수에미디인초기肩高吧的，腿比较的肩，那种压肩的啊，切多，人家拉不下来，拉不回来，不然。那么正如昨天所讲，对于这个皈依戒来说的话，受持皈依戒也就是乃至自己的寿命穷尽也不舍弃三宝的这样的心态去立誓受持这个皈依戒的话，之后就要修学皈依的学处。修学皈依的学处主要是为了不让一切也就是制止一切不和谐的违缘，以及让顺缘能够得到增长。Increasing the chance that are favorable to you, we need to train and increase. Tell him. Then, that Labsale ya, Gurub Nigi Labsale Shenu Kubeta, but Labsale Shlamebe. That Elian, G. Gurri, Medium Shaw, Gabar Cheva, Tinjo, Dubar Cheva.진짜이거네딱간다얄게요미냠바다얄게요가수수람베동바데마냠바다동바데코네콩베도얄게요얄게요다진짜진짜니래마데베이브레那么对皈依的学处来说的话，它主要有遮止和承办两种这个修学方式，也这是皈依的学处，也就是依靠这样的学处可以让自己的戒律不衰败，也可以让自己的戒律步步高升得到增长。他得了呀本大顶上陪伴忙不及他七戒了戒不住了住了戒不住了本来就恩比这个的话忙不住了那你有肉的话忙不住了这是他恩比这个的不及的他把这戒不住心戒不住心不赢了那戒不住给搞得说戒不住给脱不当了的啦戒不住脱不当了的戒了呀안다아메리카에가서다집에나팀도가려야되는데송되게재워마더베이갭갭주어서갭수송송이네디기팀디즈쿨먹어봤더니지메비브레레인주사네저수송원은신기다디팀쿨겨봐다젠로빼는데지래어다가나신기우저숨리야갭수송네구조송을계속송하던게고민해봐오늘은내가구조송기겹되기따다라니겹투바주겨왜이미나따다구조송기랍질야랍질송네랍질다달네드리쉐왜이미나가수에드리쉐고가래계속랍질을만해비치만해비이나我就是讲的是点别偏于马用的套路你也把忙不起用的压力是
比方说现今的话，很多的藏人都去国外，流亡到国外，去请其他国家的这个庇护。有很多人都去往美国或者是去往欧洲。当藏人去到美国以后，他们就要向美国的政府申请庇护。如果得到应允的话，这个藏人就要从庇护开始就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否则的话，如果你不遵守法律法规，只是申请了庇护的话，那也你也得成就不了当地的，得不到绿卡。所以同理呢，我们皈依三宝以后呢，不仅仅是只是停留在仅是皈依上就已足够了。如果要想能让三宝能够真正的救度到自己，能够真正的让自己从痛苦解脱出来，就要去手持皈依的学处。如果不注意皈依的学处的修持的话，不但没有功德，反而会出现各种罪业，反而会无辜的造作很多的罪业。对了，拉不下得了，广度你学不能行，卡藏学不能行，电锯里冲了拉不下了，棉袄里冲了拉不下，你用的要的，养呢？给位先生先不下了喂个，先把它读，等你推门门一边拉不下它，推门外拉不下，那么你下哪要的？那么对于学处的话，皈依的学处我昨天也讲过，学处可分为经教的学处和窍诀的学处两种学处，或者是秉承着这个夏拉瓦大师的传承，区分出共同的这个皈依学处以及不共同的皈依学处两种。大太阳电锯也拉不起，啥地方都切不赢呢？电锯的穷人拉不起的，看着是哪？等你多呢穷人，多啥的？啥电影拿了多啥叫了？我到地里穷人，多个接触长的穷人，他拉不起给多呢穷人拉不起给用的啊嘞。다드네양엘레데벤도양엘레데벤도다자게나로레디카라다보니에반진숨데다디디제수다네에가베랍자디나노소샤가베랍자수미온디요스레디네라벤비말레미드라라벤비말레미드라기캄드옌라추바사자르디나로를순샤베기에는랍자디나는순샤베기랍자한두배랍자두배랍자숨사비치온디유스레다나신기람준기장제다람준장제디카시스다나디조지순레카시스나조랑사비체샤레스다칸다라안다른양다람주랑데사주하르다디기나로리아엔튜모튜모웨랍지추스덤베데제네송베랍지니유당바다디니지온데유스레那么在经教中所阐述的皈依学处是什么呢？也就是律典中，这个律典也就是在五谛论之中的这个律典之中所讲到，依照这个论典的话，它有八种学处，或者是以中文来讲的话，也就是在大波涅盘经之中，有讲到，皈依的学处有遮止的三种学处，而且再加上比玛拉米德拉的比玛拉米德拉大师所传承的这个教授的这个六支皈依的学处，以及三种六支皈依学处中的三种手持三学处，
再加上道次第的论述之中，的这个学处，有人说道次第的论述是阿底峡尊者所著，也有人说他是那错义师所著的这个道次第论述。总之，在道次第论述之中有共同的皈依的六个学处，将这些全部总加起来，总而言之，也就是在经论之中，也就是经典之中，讲到有21种皈依的学处。That the net Gershin is a shadow is soon be two more maybe loves it on two more loves a sad day. That a day two more loves a sad day down. Mengalachu loves a sad day. Twenty way meter. That two more maybe loves a sad day down. That a day duanichu loves it in me. What is your waste?전달을지고있어那么对于大善智师夏拉瓦尊者所讲的这个共同和不共同的两种皈依的学处，中的这个共同学处呢，它和这个窍诀当中所宣说的学处是同一个意思。然而他所提到的这个不共同的这个学处，就和这个律典之中所讲到的这个皈依的学处指的是同一点。对了，土木的土木没把送过来，今天的还在上呢。土木没把送来的，新建的这呢，你们是啷个一边呢？土木没把来这下着雨是，新建的这呢，本来新建起来的三个主板了，那的呢，八节车的上呢，的呢，现在八节胸背呢，胖不几当落。落胖不起当等大那些个月八节月八节的三年等你讲不着老子的送不一边呢对某某一边老子能做的事等你本来多那些别的老子的都不认识的送的你就三年但对某的对某某一边下做三百还是三百个其他什么的滚落了然后的意思的그놈심기기시네멤버심기기심배관에겸들랍질이야내비미나엔튜모마이바랍질이교우예스아대달마이바지당기가르쳐야다지네기부충우당다나신기분진기그놈당삼바틴지시키지拉不下来呀，拉不赢比呢？嗯，土木为拉些啥子强中原始的那种嘞？那么为何要讲这个共同和不共同的这个皈依学处呢？也就是说，当你结合到发心，结合到发起菩提心的话，那就成为了这个不共同的皈依学处。比方说，有行者为了利益他众的这个发心，如果遇到障碍的话。希望不会产生心灰意冷，或者是后悔当初自己发心这种意念的话，那么它就成为了这个不共同的皈依学处。就如同律典之中所提到的这个不共同和不共同的皈依学处关带于行者的动机。所以呢，对于这个有愿心，也就是有愿菩提心的话，就将成为是不共同的皈依学处。否则的话，对于小师父、中师父的发心动机的话，而修学学处的话，就成为共同的皈依学处。不好意思，刚才那个皈依的学处，它是20种皈依的学处，不是21种。다들네다투모에게랍자명아랍자텔리아다치단다텔리아당부군조순소수의랍자소수의
lapse ye bre ta thele yang ga we lapse de drube lapse ni ye be na ne ta thang bu ga we lapse she be le ya na da bu sang ge gu jo ja su song ga we la se de shuai yin那么共同的皈依学处，也就是窍诀之中所提到的这个皈依学处，最初会讲到这个三宝各自的这个皈依学处，也就是这个断除，或者是也可以讲是遮止和承办两种皈依的学处。所以呢，首先提到皈依佛以后要如何去断除这个如何去行持断除的这个学处。Da dala yang sangye le kyeo su sone Da dala yang gangwa lap chas lakwa ya gyum zeng kharaya sanang gangwa sada san mizhe gyu di Kyeo su sone di che gyu yo ma re Pham gangwa re sa di Da dala lap chas di me le yang gangwa lap chas kore 那么提到这个遮止的皈依学处，也就是断除皈依学处，如果你皈依佛以后，也就会告诉你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然后这就称之为皈依佛以后不应该做的事，称为断除的这个学处，也就是遮止学处。三个来教是说呢，几天没来了教是没做说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皈依佛以后不皈依世间的神智。Tela yang gyeo shirin chimo sharawe ki karisun warisana Tene susu yuki semne karishwe sangye liya kyamne yang da yinba karishwe semne lue ma tangba yinne yang Tene karishwe di jikdenbe Tata wajiliya, tini chaa chewa dan, cheba miwa la sowa, tini chewa imi na, tini jorwa di chungse luwa baam, jorwa di chungse nyeba chi chaga yaa rasu. Nyeba chi chaga yaa bayi, jorwa di chungse nyeba chi chaga yaa bayi za, tila tini kyaan, ane nyeba kiga yaa rasu. 那么大善智师沙拉瓦尊者说，就算是各自的心，将这个佛陀，佛宝，视为是究竟的皈依处，在这个基础上又对其他世间的神做顶礼或供养的话，他所做的，就形成了恶业，当然也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个罪障。다들래요드네오늘상계준비인데갑리야다김당괴매시진사드쇼거래김당괴매시진사드다상계갑리야진다첨보래진다아주다진다치슈르비치태래다약에나는지구도장저가래서도와어다디김당괴매시진디남고랑개별갑리야예외갑리야어된다지치된다지치에도그개별갑리야저외갑리야아니미참제베태와란조대도스아다가래진짜베미사마태와란가래지네비슷한어너부다상게내진슈위에스나가래因为三个的参团吧，我听堂不用着。其实三个的参团吧，听堂不用就啥呢？这三个的参团吧，怎么？我让七六五嘛来拍下，约不在了点呢，拍下谁呢？但那广大现在，你没够呢。但那三个的别太不喜欢见呢，但参我你没够点的是。那这些里啊，那三个的位置的，中间他们是吃不呢？中间的是吃不用就是呢，听到的哦，但南木狼人，南木狼人呐，看人呐，哦，三个月是的，月人的南木狼人的，看人呐，什么，大家是的，
创业过程中就是呢，俺那几点半个的，拉一点就好了，拉点就去，拉点就不就是呢，得通呢，得通就是呢，得了恰菜好了，得了恰菜就是呢，得呢，晚上这个，他说的。明白贴起算完了，但明白这个贴皮没得啦，明白这个贴皮，啊，越南那边吃没着，我到底这个路就要的，你就算到底，还是说是呢，叫不了电饼就先买一样什么的，叫电饼就先我买一样，大家在吃菜话怎么讲，等你等这一年多月是，啊，等这数月不来。那么，在导师释迦牟尼佛时期呢，有一位非常大的这个功德主，用中文讲，也就是吉咕度长者。吉咕度长者他有一次去往王舍城的时候，因为他要去办某一件事情，去往王舍城的时候，他看到王舍城内的民众很多人都。急匆匆的各自忙碌着，非常的繁忙，然后他就上前询问这是因为什么事，然后别人就告诉长者说，哦，他们是为了准备迎请佛陀释迦牟尼佛。然后当他第一次，这也是他第一次听到佛的名号，也当他第一次听到佛号的时候，他突然了结了前世的因缘，圆满了一切习气，升起了无比的信心，然后那一晚他都没有睡着，然后整个王舍城都被佛陀的光芒所照耀。然后长者就想，到了深夜的时候，长者就看到外面一片光明，然后他就想是不是天亮了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跑到这个王舍城的城门口去观察，然后他在城门口看到一尊这个世间神的神像，于是呢他就跪拜在这个神像作以顶礼。就在他跪拜的那一刹那，眼前一片漆黑，所有的光明都消失，再无光明。所以呢，依靠这个公案来讲的话，也就是说，即便你没有把它当成是究竟的皈依处，但是仅是因为顶礼，你就触犯了，毁掉了这个殊胜的缘起，所以就会产生这个过错和过失。我到这里就是啥呢？你那样，中国的几天被拉到他们家了，你几个呢？多么当了，你不买送？你几个呢？多么当啊当？呀，你几个呢？这卡说的，把这的呀，真的是，卡说的这是，不要他买到了，说不明白了，你不买是。但是呢，对于世间的神也好，魔也好，如果以悲心去施舍食物，或者是施舍夺马的话，不会有任何的过失。同理，如果以悲心去供养他们花，或者对他们烧香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过失。那以内啊。到了嘛，吃顺当然够了呀，吃顺噻，到了嘛当然吧，到了嘛噻当然，那地拿了了，吃顺个到了嘛地拿了了呀。但你他别莫昨天莫讲噻，就要的他，今天别拉的做了，下周多几天也拉做，好端子，到嘛别忘的他先来讲噻，这兄弟别莫昨天莫讲他这噻就要他，他给这么多，他都别莫昨天莫讲噻就要的。但你今天别拉了的。恰恰就没那大的，当嘛吃素，当嘛点那，他第九次给他，就是他点那的九次饮食嘞，点那了真并没昨天么加上干的是了，他的并没昨天么加上，这当第一个几天呗，他就上完了，经过了呗，可能就不吃吃，经过了呗，那时候都准备一包都先，听这个团呢，就吃个面多少，俺这个吃个多。几天不拉烟呗？
파랑젠베인비균젠게비모조템바자마인바디갈리아드라탐지코르탐지긴고르베주유주베인바아딘디지근두시에르치세딘디지그토안에네비모조템바자지금에로서딘디를챙도딱한다야드리셔但是呢，我们在供养三只夺马的这个法会仪轨上呢，当在供养这个夺马的时候，仪轨上会要求行者要跪地合掌，念诵这个仪轨文。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么我们不是皈依佛以后不能再顶礼其他的世间神祇吗？当然这是序部之中的一个文字，然后说要这个跪地合掌。于世间神，那么我就想，这之所以这样跪地合掌，主要是因为将世间神观想为是这个坛城的眷属才跪地合掌的，而并非是只是直接将他视为是世间神，直接去供养，直接去跪地合掌。所以呢，是将他视为是佛所化的这个坛城的眷属而跪地合掌祈请。但多呢？지인지왕감왕왕기선야나지겨바캐바라지엔도여비나안고비무즈테마자샤나베드기아레단도나테다삼지터두기깨왕깨기조왕깨기쇼르규바데네지리아숭바이미나데네간드기아마라시나태기내급기다지람주베가수다지내급지랑기가수추진기다바르제세베기조암바르제세베기니대더부지리아조부즈다나신기다진짜루시에치세댐베이나가와매바두수이브레那么言而总之，依靠这个悲心为因，或者是依靠特殊的因缘，是允许可以这样跪地合掌祈祷的，所以但是不能将它视为是主要的皈依对境，而是要将它作为是仅是暂时的，或者是在修法道上的遣除违缘的一个法友或者道友而作以观想。以这样的方式一直的话，那就不会有任何的过患。天朗，各位新年，中队把新兵卡拉送了咱俩，别他们这这把银锁，这把这里水水钱给，这把银子，咱呢，像那马街帮着下去，天安镇锁。罗那的亚拉先不写教主天安镇长了年间唐拉西教主天安镇大帕长王镇我的天就是这是别的这尴尬点的的话的这是别的这把的是他这里说的他这里就是呢当多呢还是说这里啊다가담비라마고마티주기세발단잠비를먹고영대유스라에계획신이제뭐저유에게천디진이기라도세발이나동그래송다겸주도뭐동그래서천디진이기라도세발이나동그래천디진이기라도마세발이나동말아서계획신이제뭐샤라에가르서나레디오지제나동루래서레디오지세발이나천디레디오지나다세치마레디오지나레디오지제사나东洲的，但是你这是下半没地方用的啊！你到哪？还是为了这几点别他的上网了 ？shepherd 什么？录智能型的是，录个大波那些，录智能型的是，录个大波啥的，这单怎么能运气抢不起来了吧？你那忽然这个，刚才这个，上本来。
디루주다바드스남진참부르치야부르치하체르바다이난쿠란즈지사악투질레선고주심세샤르바근데파파송겐다루규다보테나시데스파파소두잔파파송겐남규콜토제아니야보체다이나디토제야보체타마레두세야르바어제나신체네엔지딘베하드송로데네다지당기다당에콘드시베디소푸에겐환드카시오양오디지가주에지사톱데버든데당지균슈그제부톱데버든데유시그레다칸다라야지단지디메람데소다지단지디메람데에레냥가사버레스템비네냥가사버고인접내급내급고인접데데자자수폭라아고스딱다소야냥가르주녀바겐안드샤냥가르루규다워시다지버레스파바총계를찍어내서안드레스가드링이주산디준셀데네데네아주로가르댄거로서나데네지상계준된데데투질은이링매와아다진대지기다킨즈뉴스기에내는데버드리지미인주산에는텔레템베이나는고란지딘베송마데즈강가쇼르가웨송마데즈야랑기앙기랑리아데송교다초다근데가수에야보시그랬어그랬어그래那么大善知识荣登巴大师曾经说过藏人都是供鬼的也就是说他们供养东方的马吉邦拉的也是鬼他们供养南方的杨志庸的也是鬼他们供养西方的这个唐拉尼布也是鬼所以藏人他们都供奉着这个鬼所以他们都是供鬼的人有这样一个说法这个夏优巴尊者也说过如果将这个世间神视为是这个今生和来世的守护者的话那么你就破除了规戒也有上师说如果将这个世间神视为是今生的这个手持救护者的话也会破掉这个规戒总之呢我们要将这个世间人世间神视为是一个放绵羊的也就是放骑牛也好羊也好放牧的一个牧人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牧人平常都会对绵羊很好会给他们草吃会把他们圈养起来然后当他们到了该吃的时候就会毫不留情的砍掉他们的头颅去吃他们的肉所以呢同理就像养猪的人一样养猪的这些屠夫他们最初刚开始会好好的去圈养这个猪把它养得肥肥膘膘的然后最后到了该吃的时候他们也会一刀砍下没有任何的情意就把它吃掉所以呢当然也有说藏地的很多这种神也有是住于地上的菩萨总的来说这里所提到的世间神是在讲一般的这种世间神当然要将一般的世间神视为是像放牧的牧人一样去供奉的话可能更会有帮助只是将它视为是帮助遣除这个道上的暂时的一些委员而并不是把它作为是皈依的究竟处就像这个我们依止了这个导师释迦牟尼佛他的大悲是无私的他具足智慧所以说呢我们既然依止了这个皈依了释迦牟尼佛陀那么对善法有欢喜心的一切护法都会自然而然的去守护着我们所以我们无需再特别去供奉这样其他的世间神다드네确立就是说呢什么是来操控我的怎么送我的那么皈依法以后就要远离损害众生的心但是现在操控我的这当给三个一点把的没事别人的枪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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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차와메비 케바르도 체베 인스 드레송으로 제자 십겹에 나는 너 너나 최네 미즈와 디지시고 남 예송스 다들이지 송하다 아 라마 对于这个皈依法远离伤害众生的话，这个佛教的教义也就是不伤众生的一个教法。那么在四百颂之中就有讲，总之法无伤，如来如是说，有这样一个颂词。那么刚才有断掉一句，也就是说那世间神虽然最初暂时会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不留意，稍微做错，他们就会加害于我们。对了呀，给微信什么下了位开始送的是呢却一次你喜欢的心间了这里就是呢心间的策划起来的没喜欢的这里就到底坦白确定你给我的这里就是呢大白呢心间停住的时候里啊那别里啊别里啊的心间停住的时候那我的还是病你就套得了那我没压的他那心给绿的下去了他那心给那吞住了呀得说起来了什么的吞住东亚的但是吞住的是等你把他说价查完了的吧就要了他那吞住的是他被打了是吧等这些为什么呢等你那么吃完了Tene yu sani ti gyun zan la dene Tene kashwe tundru la ya tsewa chewe yu mine ya Tene Chwe gun jo la gyab su songwa Ki kashwe gagwe lab cha tang gaya dhok li songwa那么大善之师夏拉瓦尊者说法之相为寂静如果你伤害了众生就是不寂静的行为所以也就违背了佛教的教义比方说像这个藏地养很多的这个牲畜像他们会对这些牲畜穿鼻孔或者是割生肉或者殴打他们或者是将他们捆绑起来然后或者放在羊圈或者是困在牛圈之中就这样去伤害如果这样伤害牲畜的话也就是违背了皈依的断除学处但是我知道你可是那么三个月前的吞住的必须的东西我把它吞住马多贝亚就那么三个月前的他们这个吞住必须的东西我把它不住你而且我把它这个但是呢是你我们小时候我把它是给这些人的这个话但因为那样他的卡的时候是呢吞住了呀还是没什么本来这个吞住了开困住这个位那样加拉都是给为呢吞住这个没错吧你这个加拉哭不起的那把给为你呢这个马的他看到吞住的了呀强巴丹在外国的强马都被的了呀对呢告诉自己写当当他呢是空出外国呢这个团呢在外界为民呢将就拉不下的给住的是你说的你就是呢你吞住了呀在外界国的吞住了呀哭不起的但不是这个样子总之呢并不是说佛教徒是不可以利用或者是圈养这个牲畜也不是说佛教徒不许养牛不许养其他的畜生也并不是说佛教徒就不能去乞奶就不能去捡鸡所下的蛋这些并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也有一点说不过去了总而言之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让这些动物载重背东西的话你要不能让它背超过其负重范围的这些东西或者以背心以这个
悲心去对待这个众生，而非以嗔心对待众生。所以应该这样敬，以悲心去敬重动物。给我信心全部下来了，卡拉说的是，甚至呢，查瓦萨的，把我那他那个军人不济，他人是送卡是送不来的，人就上卡拉说呢，甚至呢，查瓦查的，那这被牛人卡拉说的这个，这你们几个人，你们被木头人送过来这当，没对你牵挂这一段，那送过来好不好的事？这里说的，他这印度山呢，那俺就说他那个东巴山的呀，现在那把西的街把那东巴移民印度山呢，那是不是也差不完一个嘞？泉州是不是出了山的呀？这里宁泽外国呢，是不是现在宁泽外国呢？现在那把西的街把那东巴移民，印章提军在那点呢？那泉州是不是人家那样？他填了都有啊的。这里就到那，那就开始了，他说他东巴书记娘们他这那些把这你知道的他说超没有的人就是让他把这没不是给没有说起他的人就是呢宁波娘们宁波呀他也不来了那得送来的这是个好了的是这送来的人就是提供在的呢那儿子年龄也过来那超没有了呀那过来的开始没事那么格西夏拉瓦尊者也说到这个对于损害众生这一个学处呢它是一个时间长难守护的一个学处因为这个学处并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要一直这样连续不断的去守护所以它是非常难守持的而且特别在于这个我们的三戒当中的这个别解脱戒来讲的话别解脱戒的戒条之中也有远离一切损伤的这一个戒条再加上在菩萨戒之中也主菩萨戒的精髓也就是悲心对于悲心的对治法也是一切伤害一切众生的这个罪障总而言之在三戒之中没有一戒不包括这个无伤害不伤众生的这一个戒条所以呢这个不伤害众生成为这个一切法的精髓固然而然就会很难的坚守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的去面对守好好的去守持这个皈依法的学处不伤害众生他的呢根据了就是说你别朝我的民众送不来那么第三个也就是皈依僧以后就不与外道同行第一位传播是啥的他这样给什么啥的啊这样给我心里什么不多啊给我心里什么不多的给那卡拉松的是哪他经常查瓦卡西这个那我最错的我最错的是那个都是这个我最错的我最错的是这个人他让了那么三个车的名字不像都是这是什么的那么也就是说皈依僧以后不与恶友结交这个呢对于格西波多瓦格西波多瓦说现今有一些僧人总是说我们这边或者是他们那边以这样的区分然后格西波多瓦就说当他这样说的当下就已经脱离了佛教对他第一卡的时候呢那就是电波雷啊那么三个吧本来就按照别人的恰恰为名呢那就他的这三个个人下的这个区域就是没大的时候区域没大样的一边区域但是当个那个语音那个录音那三件那你们也是要这么写给
kiam chun lab chata gen tuk yuwa ar sikyo amara di yinba yin ya ta nga gilu nga ka yu yinbi yun zin ki yun zin tu chene yana chu yu shinda li ya chi dikzi kachwe deng su chene awa di abu amara kuzo da halaya ke yuwa amara sasun ru dine chik deng su chene dine chewe yinbi na dine kiam chun lab chata gen tuk yuwa那么对于这个佛教，比方说佛教有各种不同的传承和教派，比方说像藏地的话有噶举萨迦宁玛格鲁四大教派，都是不同的传承。如果仅是说我是噶举派，我是格鲁派，或者我是宁玛派，或者我是萨迦派的话，并不会破除，并不会破坏到这个皈依戒。反之，如果是因为我是噶举派，所以我就去诋毁其他的教派的话，或者说其他的教派没什么了不起，以这样的心态作为理由去诋毁其他教派的话，那么就破了这个皈依的学处。他地别出不散的我们的地址听着的没得那么多人呢，那么多人散的那么多人的不得几步时候嘛，那么多七年天堂 energy 感觉三八的角落挺不起来或者重复强，那个三角吞不起来，因为呢，这个地表重复的状呢，那也解决了这个严重了。那么对于恶友的话，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区别自派和他派的这些就是恶友，如果和他同行的话就会破坏皈依戒的学处。在这里提到的这个同行并不是在指一起走路，而是说和这个恶友一样，和他的言行一致，和他的心态一致的话，这样就是结交恶友，也才会破掉这个皈依的学处。너나디베초보사디엔칸사디기삼조르상헬레야따그로이메레마도베게에네무디바이나제디가조에디베초보인게바무디바단조나버드무디바이나디베초보인바다남바상게베이나디베초보마이미캬바게요만참참무디바단조네데네가조에지야른자야삼삼남바단조는둘른자야드네이두산디균셀때네도나무디바사야되야무디바사야되타니에되야물을띡사로딱지남유명은물을띡사두산에다무사두산에안에타타르비질코어봐텔을띡사두산타르롱어르비질기지르봐엑스트림인지게엑스트림로지래봐타지도타지진베따와차고임지진짜셔야되게나와차고셔야되게샤바차고여야되게나대수나된김된김무디봐대수래린주산디균젤때네지출루게당신첨부여야돼봐초신첨부여야돼봐나대수무디봐래린주산데라도이형도줘봐이미나곧남바상게비인도축야나明南巴三个吧，大那样，那全部都不下的呀。等于就是咱在大当找不赢呢，俺都不找不当找不的开，不知怎么买不赢了。总之呢，这个恶友是要看他众的心态的好坏，并不是像这个所有些皈依的学处之中写到的这个不与外道同行是这个皈依的学处，而是说不与恶友同行才是这个皈依的学处。因为不是我们不能确定是外道就应该是恶友，或者是只要是佛教徒就不应该是恶友，我们不能这样确定。有的时候反而你跟外道这个
接触，反而会让自己变得更好，跟佛教徒接触反而会让自己更差，变得更坏一样。所谓的外道，它并不是在指他的心态不好，而是说外道说他是在落于落边，如果直译的话，它叫落边，就落于执着于一边的一个顽固者。但是在这里所提到这个恶友，也就是对于就像是那些区分教派或者是贪执教派诋毁他其他教派的这种人的话，就应该称之为恶友。虽然他徒有这个佛教徒的这个名称，自以为自己是在佛门之中，但是如果他持有这样的恶念心态的话，那么他和恶友没有一丁点的不一样，同样我们不应该与他同行。나나개신님가담고만을이제가르쳐준버렸잖아근데다간다라든지지기가져야지가져촉신나땜바상기기땜바남편줄이야지가져야초리다차당유에대비메디소근데메디소코랑디대조가르쳐주초대차단도추리시합을때렸더니겸조야양결구조대겸조양결슈가차대하라스샘게대조깨깨그말당분은깨그말했습니다깨깨그말을깨반잡은누나양결샘게양결슈가차대하라스즉두제그리고땅마다영어말했습니다고살란디레그말했습니다즉두제그리고대조동안연안강가편도말했습니다다르공거자당야가라지조르공거라가슈에메나야게라메베캡야가라메나르공거라메베캡세아르부딘데딱한다야가라당르공거라니유에참냠메참냠두투나강강변도마르스아디강강변도마르스드레디균세라데네답긴둥이대암에너지땜발레야추리신게즈추리신게이나랑가파이야로마이야로캠보이나야로허변이나로제주단로로마르스드린주산에네파디주가르쇼탑케비고네안타르무체고레스다드스웅요레那么总之呢，对这个噶当派的诸位善知识大德们说，对于那些佛教内部的那些偏私贪嗔，具有偏私贪嗔之心的那些人的话，我想他们应该从头再来，再求一下皈依，因为他们的皈依戒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于这样的人，我想他们也应该心中也应该不会有任何的慈悲心，所以他们也应该想办法去让自己升起慈悲心。就算他在社内学识上的这个辩才无碍，就算是他能把兔脚说得跟牛脚一样，或者他可以将兔脚和牛脚说成一个东西，或者可以把兔脚当作是现金就可以看到，就算他再怎么辩论，就算他赢得这次辩论也好，他都没有任何的利益。所以如果持这样偏私贪嗔之心的人的话，就算是自己的父母，就算是自己的亲朋，就算是自己的家人，就算是自己的上司，我们也不应该和他同行，应该远离他们。现在终结了보도원계획신이보도원도푸중원대주리아창문으로야아니끈지슈기네숨이지끈지슈기네다들본부사야되디스별이야본부사야되다남바이민세저바저바내리사다본부라땜비이나다들예바디용거래다말했어다디가르쳐디베트호보다민조사디예바디용거래다말했어디베트호보다조베기예바디용거래다말을슈디사네아연구말았어대졸때는옛녀바연구말았어봄벌때는옛녀바연구말았어대네대배뽐보서말해대바유초바서봤더니알아봐대배뽐보대조에대네옛바연구가발했어급지지자는농보소소소리야대바대네야누가대소리잖아추세된게허변당내대기부기부들이알았어내대기부들이자기인들이나와차고든나대졸때는예바드용타주에래서
공부를때용많았어대졸때는용거래했어그래서말해나디균진에가랬으나다가주래지당기쉬고난시래네바디참참마치디나로는마용디나바상기베나로는마용디아디네바다망가요대라야때미룬사야디저미룬사야디야베콜야가르쇼야지에가르쇼에코바나바치야고사야디나마레스다가나시군이쪼바겨우시사야디나마레스얀때미룬사디다저미튼바차안아콜쪼바겨우네초바겨우시사야디나마레스드레인주산에디에코간다라수수탑케베고안간다라디이기코랑게삼바더조와디기수술이야슈게네바미테바디디시지안타장싱거위브레소나在这里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就询问这个大善智识波多娃以及普冲娃这两位大师，他因为当时藏地非常盛行这个笨教，然后他就问这两位大师说笨教是否这个佛教，然后如果一直笨教的话会不会有这个结交恶友的这个过失，大师说哦，这个没关系，这个不会有这样的过失的。反而对于那些部落的领袖，如果你去依靠那些部落的领袖的话，可能会有出现这样的过失。比这更厉害的是，如果你去依止那些讲法的上师，那些在传授佛法的那些固执的那些老僧人的话，可一定会出现这样的过失的。所以呢，很多的过失都是从我们佛教内部之中才会产生的。所以在这里提到的不应结交，不应同行，不是说心存一个不好的念头要和他人去争吵，要对那个人恶友去和他吵架，和他打架，而是要以善巧和方便，不让他的恶行染污到自己。因为我们平时讲近墨者黑，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不能让他的墨污染到自己，让自己也有污点，所以一定要远离这个恶友。多能在这干什么意思了？刚才说呢，三个运送的代表的几位军人的，他来了往的几不来事，进驻面对的说，来了吃啥呢 ？lazy 吃啥呢？这代表技术的是吧？三个香港这边电话的肯定是记录了，都这边网的记录。argument 什么了？它是 conflict argument。但 conflict 的 argument 的这边的肯定是用过的啥呢？第七六年这边是被记者要买的。但是三个的解释就够难评估，第一难的讲本来是他说根据把南平水，他的嘴巴才能正中原始的说话的。等于就是第一句在里呢，嘴巴啥的，三个字，他点把几个字，他有，因为他都是这些弄点点原因，就啥呢？俺就眼巴的，是不是睡不着？俺感谢个这个，就怕，搁铁柱面吧，怕就搞出来就出不得。平水里啊，别眼睛瞎，当那是恰当起啊，铁柱站那面吧。或者搞的时候被影响下来这个啊的，得咋的样嘛？所以说，接着看这些里面的马歇光了，三路马太阳被三路听顺序是把挡过的，三路听顺序是把挡的。我在眼睛里接着下面，但顶过那是那个，电报机位丢了七个月的名头。我让原来的这个，咋差不多？是，也不学习，老学什么？那现在到底点把几本教学的多么多？他上面也不懂啊。等于就是第一句是点呢，啊就是，提不起中意呢，安怎都，大家那心给，出得平中意呢，安怎都，俺们从网络里下的，是开什么手机来下？他告诉我这，他为哪话？他哪讲么都那样？等你姐姐来啊，这滚地，当，告诉处理，其他嘛些你也不能。
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在这个迦叶佛也可以称之为隐光佛的时候，经典中有提到，隐光佛的教法会在懒惰之中消亡，然而导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会在争吵之中消亡。对于这样的争吵，并不是外来的势力破坏到佛教，而是在佛教内部在僧人内部的不和而争吵，从而会灭亡。所以呢，我们要深知争吵是佛教毁灭的主要原因，所以一定要谨慎的去面对。有的人当然也有人不加思索，理所当然的就会诋毁其他的教派，诋毁其他的乘，在没有任何的思维之前就胡乱说话。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要谨慎自己面对，三思而后行。在还没讲话之前好好的想，就算要想100遍，你也要想清楚以后再说。你要想我这样说会不会成为毁坏佛教的因缘，要这样想，如果会成为，那就最好这个话不要说出口。所以呢，即便是在大乘和小乘之间，或者是各教派之间，都不能有这样的诋毁之心。即便你不能对他们升起禁观，也不要去诋毁偏执这各自的教派，而去诋毁诽谤其他的教派或其他的乘。对，就是呢，不。다표간증이죠리야지금주제디스미라고가시죠아래제자때창원으로야지근데표남바상기바세두산은도도지면이제디시부르터제지코지인나지인사르지바지파도두산에가수소르지차디베소르지다미마오지나와르디온디아래다튼도네가르쳐배기에너지주로주제디스상원으로핀진지기지래가르쳐야죠전도는지금지금하는잘이야미인말하고자고래마도그당부공부차답주사는공부기차답세사제기미인말하고자네에너지사제기미인이추규들을도와대바라고당但是拉美民区域的土地我找不到，现在在马道边的，我那天呢，他民政委接不了，就手机小小了呢，他民政委接不了，越是忙不歇的，他歇的歇的，他现在歇不怎么些个地，下过那旮旯好不的，不然呢，这边样个往古路过了，但这边样的西路全部打的天嘞，哪个没事，但这些手机打火了他。这里是给王国的隔壁啊，那这里那个门是真的是假的。这里就是呢，他卡叔叔写的是真的是假的，他来了不的，他这边的这里是你们的思想，他你书写的不写的，你书记的搞出来的，你去写的是了，他这搞了好多钱，这边你去穷死了，这个麻烦的。这里是西路中心的卡拉哈布罗，谢谢卡拉哈布罗。第一群人在那，这里，第卡叔叔写的来了不的，你看你们都写的啥卡拉哈布罗？这里中级线，他最最的第应该说的中级线了嘛，他这什么的？那么因此在雪域藏地的话，它有好几种不同的这个教派。然而我们平常看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些不是一体，都是分开的，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传承，然后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佛教里面的这个各个教派的这个名称也仅是这个名字不同而已，对于在真正的含义上是没有任何的差别。比方说有的上师他在创建寺院的时候会以地名来取这样的这个教派，或者是有的上师会因他的名号而取这样不同的这个教派的这个名称，所以仅是名称上的不同，在含义上没有任何的差别。虽然我们各个教派都会在宣讲各自教派传承的殊胜之处
都会说，哦，我们的教派最为殊胜，虽然是这样，但是这只是分开来讲是这样，但是总的而言它都是一体的。比方说我们在求说文殊菩萨的灌顶的时候，我们在首先会在讲解他的这个传承的时候会说文殊菩萨对于智慧来讲没有比文殊菩萨更为高深的这个本尊，会说在文殊菩萨灌顶唯有文殊菩萨灌顶可以让我们智慧增长，或者是在灌说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灌顶的时候，我们会说观世音菩萨的悲心最为殊胜，所以要想升起悲心一定要灌这个观世音菩萨的顶。如果两个分开这样讲的话，讲它是殊胜的还好，如果两个都放在一起，你能分辨出谁高谁低吗？如果把文殊菩萨和观世音菩萨放在一起，你敢说文殊菩萨没有悲心，或者是你敢说观音菩萨没有智慧吗？这个没人敢讲的。所以如果分开来讲可以讲提到他们的殊胜之处，但是讲到他们，但是他们的含义都是一体的。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虽然时间已经超时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不得不讲。It's not little bit. 并不是超一点点时间，已经超出了很多时间。他这里啊，中年女人是通通是，穿着中年就好的 ，weapon， 给我按摩，穿着中年就好的。穿着中年的给他，不然冲给拿了脸，他给穿着的是吃不上等我了他，他怎么了他？他当不得了，可扑起去了，扑。扑起劲，但是这样子谁的是挨扑的？我呢挨扑的，我呢真的差不休息也是。穿着很正经一面呢，但的嘞扑的，嘎多的是，那么要被扑的，那么最多嘛嘞，穿着很正经一面呢，挨扑的嘎多的是。伢子的这里可直接去，动起去样了。但伢子的动的嘞，就是一大事，那不很正经的是。你动的，我呢，我不很正经了吧，坐下来呀。他怎么拼住的是他把怎么老板对住的这里就算他这样做的我呢你懂得谁的了的是他的那里没中文这个没中文这个快点看不到的没中文这句样子我呢就让主要几月是了的是就让给铺的了就让给懂得做那卡车的了的是铺的了懂得做那卡车的了的是但过几几千几千的嘛，你的是，还是铺的，数据路嘛，还是拉差了吧？弄的，还是那平路的拉差的啥呢？但过几千几千嘛，你，但过哈连跌的还是，天都不接，常常啊，就这个，千万的就是些用就啥呢 ？individual 什么的，数，卡哈数钱的，千万些的那连那不的，十几千不的就，这是多钱呢？这个。多的就是的，可能还不多。那定居三呢？定居三天呢？那个卡出来，他提前把东西都不用了，好的。什么事儿？那么这是一个短故事，是一个寓言。他说，有一个卖兵器的人，也就是他在大街上吆喝着卖兵器，让走过路过的人，看过来瞧过来。然后他就拿着一个盾，然后他就说，举起这个盾，他说，哦，这个盾非常的坚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这个盾，穿透，所以。他就到处举着这个盾，然后吆喝着说，他的盾很厉害。然后他就举起一个矛，他说不管什么东西，这个矛都可以将其穿透。所以他又让其他人拿到每个人的眼前说这个矛很厉害。然后旁观者有一个人就说，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拿这个矛去刺这个盾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可能那个卖兵器的人一时间哑口无言，他不知道该如何以对，因为他最初他是说我的这个盾，很坚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穿透。又拿起矛，他说他的这个矛是无所不穿，所以这两者分开来讲的话，我们觉得非常有道理，然后合在一起的话就觉得行不通了。所以这是一个寓言，
称为矛盾。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在教派之中的很多这些教义呢，也可能像是这样的。虽然在分开来讲会有这样的过失。两年呢，这说说他爸的情绪生理，情绪感受这说说他爸的那这情绪的生的。전주선배기죄바당다나시상하기염려도소득이찍버래잠바든이곰들이찍버래똥머니곰들이찍버래떼스떼스지계절시다면라면라떼스떼스야래이내야다계절시다면라떼고영원적으로떼스떼스면라래떼스떼스면라여기애니배만라래시에통만배는배바이뭐찍버이말이야애니지가시에지수버링아가시에통아가시에나래래가시에나리리아가시에미치뭐가시에미치는사람들이영원적으로다이내다뛰기되네봐봐말했을라도몰라내인주사뒤끈센데네나떼지지기다시비지하루지레제되네아직시비지민다침을인사디뒤지누구민도스나내인주사뒤끈센데네상으로지고래려알았어나대성민나대만수하면那么对于藏传佛教来讲的话，各个教派的修持都是一样的，总体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在修持，都在手持别解脱戒是一样的，菩萨戒也是一样的，甚至是密乘的戒也是一样的，所观修的慈悲心也是一样的，观修的空性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言辞的案例方式不一样，或者说是这个说话的方式或者是用词有一些不一样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内涵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可以有的，不是吗？不可能我们讲什么这话都要一字不漏的和前面讲的一模一样，讲出这些不可能的，每个人都可以用他的说话方式来讲。比方说像我们藏人的话，藏人有很多人，并且每个人的面孔都不一样，有的鼻子是高挺的，有的鼻子是圆墩墩的，有的鼻子是下塌的，所以有不同的这样的鼻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或者是有不同的眼睛，我不能因为他的眼耳鼻舌不一样就将他否定为他不是藏人呢，不可能这样。